16号这场让江西白天变黑夜的极端对流天气，现在成了福州地标建筑才子大桥护栏倒塌的凶手。才子还桥个桥墩了，看到不？一海片，吹倒了前面还有，左一个桥桥，右一个桥桥，你看到？全长1160公尺的大桥，一侧白色石造围栏大段出现倒塌，石材碎片散落一地，排在一起大约有140公尺长。但这是官方斥资2亿人民币，相当于9亿台币修建的重要基础工程，竟然这么不堪一击。这个的话，我待会跟我领导反馈一下，那个肯定是昨天那个。官方声称是强风吹垮护栏，这项说法真的让江西民众有天打雷劈感。根据地方气象单位说辞，当天刮起12级阵风，但是大桥的护栏耐受度大概只有11级，绝非质量问题。肯定不是质量的问题，他们正在那个加那个钢管吧。增加那个防护，地方政府正在调查原因并检查桥梁安全度。但是消息曝光后，不止中国，连国际都有大批乡民留言讽刺这是豆腐渣工程，清场是遥遥领先，纸糊的都比较强，甚至有人说要去桥上打个喷嚏试试看。基础建设大国的工程质量问题确实令人不敢恭维。三立新闻谢丽君报道。